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演员强东，我就赌圣大军，在这里要祝英皇体育朋友红红火火，都能在英皇体现精彩人生。美公开赛第五圈，比赛时间2016年6月30日10点30分，波特兰伐木工 VS 洛杉矶银河。美职联波特兰伐木工本赛季16战绩20分，排名西部第八。上赛季止步于公开赛第五轮，伐木工各项赛事近三个主场取得连胜，打进7球丢2球，主场战力可信，而近6个进球由6名球员完成，单兵作战能力较强。洛杉矶银河本赛季15战绩22分，排名地赛第四。上赛季公开杯止步于8强，洛杉矶银河全队身价约为2000万镑，高于对手近700万镑，硬算美职联赛的豪门球队。双方有6次交锋，伐木工取得3胜2平1负的战绩。亚盘出盘多遗嘱让平手盘滴水开出，后市上盘水位下调幅度较大。波特兰伐木工受到庄家的支持，欧培对主胜调整明显，平负拉升较大，与亚盘观点一致。结合基本面，本场主场正当气胜，连续赢得6个盘面，主场更值得期待。胜平负主胜，亚盘推荐波特兰伐木工，比分推荐2111。早盘数据多有变动，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